由前往后还是由后往前？健教是叫我们一定要怎么样？对，虽然会有东西掉到峡谷，但是如果你的峡谷比较紧的话，就比较容易。所以我通常不都会等。谢谢你们收看最近红什么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们哦。因为我们就是号称这个沙城三剑客啊，等一下，沙城三剑客有一个没被拍到啊。沙城三剑客，谁是你？什么东西？来第一组 ，GTA 啊 ，GTA 啊。我要小东哎。后面。好了，花花。头发要九度才行。专业的，再进去然后。这样。好丑，我们是第二场，我们第二场好丑。你等一下只露出眼睛，应该很好看。其实因为我们有一个称号啊，叫做梦幻三剑客，刚不是沙城吗？没有。然后我们是跑到前三名，我们就会有那个对，汉堡的券。汉堡券吗？你负责冲锋，我们负责去故意挡别人，我们负责去当路障。看你们表现了，人生加油！我们改名了，不叫沙城三剑客了，我们叫梦幻三剑客。沙城三剑客听起来就在后面吃沙的，烂死了。Just get it。睁眼！今天呢，我要打破这个力宝国际赛车场的最佳赛事，前三名我拿定第一名了，好不好？等我回来，茶还会是热的。我会碰碰车，我一定了。来，师傅，我一定会打破我2019年的记录。我2019年的时候眉毛很粗。没关系。加油！好期待。全白他，全白他。安全驾驶。安全驾驶。安全驾驶。恐怖！再说，回来再说，谢谢。好紧张哦！安全，我会加油的，但是我应该会最后一名。你先学怎么系安全带吧。我好害怕。我们要来访问第一台车了哈，319是。我是香香。香香。希望你今晚好的表现，加油！后面在干嘛？他最厉害，他最厉害，他很厉害。你刚刚不是带过了？你离开第二台是318的，加油！希望你能够尬过前面的香香。还是你今天是来什么逛街的吗？嗯，好。希望你有好的表现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最厉害！想问一下，你刚刚说你拿第几名啊？我应该是第一名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就是垒包第一，打耳第二，就跟我们计划的一样嘛。我就是压在后面，不然他们没那么快。对对对，一定要继续加油！第一名的搞不好有 special 100万奖金，应该没那么多，拿20万，太少，也好了哎、欸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换你，快上快上！我蛮期待这样子，大家好好讲。他可能已经在路边举手了。回击，等下就台在那边转。没意外的话，我刚应该是第二名，这王八蛋第一。对，我很讨厌这个感觉。不会呢，我们这是商量好的、啊，我们计划好的、啊。我第一，你拿第二啊，他负责帮忙挡人啊，好像是一样。对啊。有、哎、有，然后相机，哎呦，还有一把呢。贵妇百货，贵妇百货。
好悠哉哦，让他美败哦。哦，哦，好猛哦。好，加油！哇，踩下去。踩。这个。哇。很快哦。加油！踩下去。规则是脚。那这边想要问一下，就是鱼缸跟阿迪，关于这个擦屁股的时候是由前往后还是由后往前？要一定都要先模拟一下动作一下，目前是由想一下后往前。对，你是由后，你是先会撞到铃铛哎。我是前往后，但是我听说为了不要让大肠杆菌感染到妹妹，对，应该要由后往前。我也这么，不要感染到才从前往后吧。我也忘记了，我记得我是反社会的那个。因为目前我们这样统计下来，男生几乎都是由后往前，对，女生都是由前往后。啊，由后往前，然后互相是，我是真的要模拟才会知道，哎，一定是要模拟啊。对，不会有人从这里伸下去，是从这里伸下去。我是从这里，从这里，从这里啊，你们是屁股会起来，我是从中间，我是新的，男生从这边会撞到啊。你是从侧面还是从中间？你会压到铃铛啊，避开啊，他会避啊。我没有空间让我避啊。我是从后，你是从后往前，然后你也是从后往前。好，从后往前，目前有两票。我们是投两个吗？可以告诉我们最后的结果。好，但是我真的要讲，以前尖叫是叫我们一定要从前往。对，是这样，对啊，不然会有东西掉到峡谷里面去。但是如果你的峡谷比较紧的话，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。像蓝色那个是第一，应该第四，他二八的话应该是有奖杯耶，抱着我，那可以带回家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跟你家那个烂货比起来，什么叫烂货？那你觉得什么叫烂货？会不会觉得我们不红，但至少不会开车？因为我们一个一第一名，一个第二名，一个第四名。我等一下很期待你一上台的时候，台下有人说。是谁？应该蛮合理的。是谁啊？你等下一饮交口，他说我是谁谁谁，我最厉害，我最厉害，米粉最好吃。好，这个是米粉最好吃。在赛车场上那种刺激追逐的感受是吗？我开了举手照。哇，女生都有开是不是？最大奖杯，对，我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，我没有什么成功的。手上点着重要的点，点了以后往后拉。哦，对，跟我一样，我一样。看吧，你看吧。对，往后拉。其实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过调查，对，男生通常是后往前，对，女生就是提前往后。对，真的。那后面我们欢迎女生宿舍张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琳。在那边要问一些比较难的问题。上厕所的时候是由前往后还是由后往前擦？大部分男生跟女生的方法不一样。男生如何由前往后擦？基本上好像都是由后向前，但是这好像是比较不好。你是由后往这个位置，不是这个位置。这样子，你问的文雅一点可以吗？人家是女生，哎，因为我会重复清洁，我会干洗。女生的身体构造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生物，很容易会感染。不像男生，就是一个棍子出来就好了。对。什么样叫做一个棍 ？OK， 好，我们感谢张琳。好，我们欢迎战神巨龙阿金。你好。我们今天上厕所的时候总要擦屁股。你个人是由后往前还是由前往后擦？完全看心情。那目前你截至为止经常使用的，那是往前嘛？
啊，不会挡到吗？可以拨开啊。你由后往前，你是从下走还是从外走？我是从外走的，由后往前。这样我这样撸啊。其实我必须得说，我也是走外侧，我不走中间的。對對對，你中间没有空间可以过去啊。女生完全不能理解。好，恭喜由后往前又一票。影片结束。